谢谢。那么接下来为咱介绍一首歌，像大家拢都熟悉，早期非常的流行哦。听讲外国咱东南亚嘛，都流行的一首非常有台味的歌曲。阿妹猜这个台味的曲啊？我是林俊虾的台味辣妹。哦，是哦。那么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最近呢，为我们带来这一首非常好听，这首叫做《母乳》。你为什么选这首歌？因为我妈妈叫我喊这母乳。哦。那个也不简单，好不好？我们带来这首《母乳》。
结果迄是真正个囝，伊就伫遐跳舞，阿姨我生气啊，去舞厅甲囝仔抱一团，看伊坐伫倒，怎啊趁伊去跳舞，然后放伫遐，阿姨我注意去注意啥？吓，伊某原来早起要跳舞，祝伊快乐，安尼是不应该啦吼，甲囝仔太疼了，够辛苦啊，所以吼，啊，到有一间跟老师咧演讲吼，阿姨就大闹无常安尼。我听，去舞厅咧演讲。这个感受吼，因为刚才这 IP 动动吼吼，压分的，这挺急的吼。IP 刚上班。我讲提提这个话呢，阿你管两件代志。啊，一件就是吼，伊阿泼妇骂街安尼吼，另一下讲，伊就足欢喜安尼，啊，看因某满叉腰，伊阿讲，厝内美红无美，人个家你够有心情伫遮跳舞，安尼做无面子吼。啊，怪唔好安尼啊，我抱歉啦，诶，现场妈妈啦。叫他来出工了，那现在的名字马上搞完了，对吧？好，那个先生听，你安尼，我安尼讲，会知的。哈，如果有满意吗？我那代表啊，哈，那个我那十五年十卡哈，我那今麦拢充了。我呢，我得十。唔大，今麦无安全。这个老人家讲听好，对啊，而且气氛袂歹啊，啊，你演奏吼，听大家诶心情会很愉快啊。啊，老师吼，甲我讲吼，伊前几天伫路边看到一个孩子，啊，伊怀孕呢，伊竟然怀孕，老师今年在单位还佫甲我开玩笑呢，伊讲，因为我伫路边吼，看到三个先生吼，啊，伫个门口等一个小小姐讲吼，诶，迄个我很需要你，啊，迄个小姐讲不要，啊，结果迄三个先生怎啊甲伊揪出？跟阿门讲，你刚刚在 Q 里面冲上，不过我来整的。啊，老师就记住，伊就讲，哎呀，门口边一直在跳，一直在讲，结果要等你发 Q 人啊，结果阿罗，结果伊甲探白了，他讲，伊来在拍麻将。真香。对啊，嘿啊，我嘛这边听，我这边听，一直听讲，啊，你刚才伊是来跳里面冲上，我一直在这边听，结果讲打麻将。所以这是在讲情况，这是在讲安怎？你一定要先确定你在个情况下，他一他一定要准备破解。那又说不要了，他们都说你能说不要就是要。